槐花蒸饺出锅了，掰开一个看一下，看里边没有没？你们想不想吃？趁着洋槐花还有，做一个槐花蒸饺。普通面粉一半用开水烫面，一半用凉水和面，两个揉一起，拌成细状，揉成面团，醒面20分钟，中间拿出来多揉几次。油热，先炒几个鸡蛋，炒碎出锅备用。洋槐花淘洗干净，水开加一点盐，再加一点油，放洋槐花焯水，稍微焯一下，放在案板上晾凉，挤干水沸，放炒好的鸡蛋，加盐、蚝油，放一点香油，搅拌均匀。醒好的面搓成条，分成剂子，蒸饺让我老婆帮忙来包。给大家看一下手法。咦，这料的很猛，啥时候教一下嘛？可以，马上再教。水开，上锅，大火蒸15分钟，蒸好出锅。槐花蒸饺，请大家参考。开碟。美味。再来一碗饭。聊炸了，再来一半蒜。